积少成多聚沙成，积少成多聚沙成塔，对，用自己的力量去带动大家一块去做有爱的事情，可描述的一种心理。我夜不能寐。欢迎芷莉小姐。应该好好的去关注这些孩子们，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教育环境。文艺界爱心人士再度。